那我们在这堂课程以前呢，会先有关于这个亲子与的负担交通，我们是个汉民弟兄先有点交通，然后底下呢，我姊妹做一点在牧养跟邀约上的见证，然后之后我会稍微加强一点，我们就进到课程当中哈。好，那底下我们请弟兄先有交通。 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就像这首诗歌所讲的，神将那被掳的带回西安。哦，我们向做梦的人满怀感赞。哦，你很难想象，我们现在这个接触到的对象啊，这个我们在儿童台所接触到的对象。 哎呀，你会觉得说，有时候，他们后来就离开了，离开了，这个情形真的是像被掳一样。主啊，那个被掳要归回西安啊，那真的是要做梦，是不是呢？好像我们跟你讲说，出外访人呢，看那些弟兄姊妹的光景，有没有？似乎感觉是不容易回来的，但是如果他们是回来的。 就像这处经节讲的，那被掳的都要归回。阿门。我们就要像做梦的人一样，满怀感在。阿门。那这个要来的亲子健康生活园，弟兄姊妹，请问亲子健康生活园是谁的事啊？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说，好像这是儿童组的事情。 有没有儿童们在哪里啊？那些全世界的姊妹的事情，还有江弟兄的事情，他是最主要的。弟兄们，如果我们都觉得是儿童组的事情啊，这会有很大的风险。阿门。知道吗？儿童式召会啊，如果儿童服事啊，都是靠儿童组，有没有？那我跟你讲。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风险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哪一天江启宏弟兄调走了没有？这些姊妹们嫁了，赶快看一下看看啊，到最后就剩我。那你说，哎呀，汉民弟兄没那么惨啊，江启宏弟兄调走一定会再来一个全时间的，有没有？ 如果没有来全间的，台中我们几个就到台中市召会总支事去抗议，你行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弟兄们，亲子健康生源是谁的事啊？是我们的事。各区的情形，各照顾区的报名的情形是谁的事啊？不是他们那几位的事啊。他们那几位姊妹们其实是很有限。 在邀约上面他们是很有限的，我不知道他们的电话费是召会公司的，也不是，你看他们自己负担的。你看他们若是你们亲子健康生活报名的人少，有没有？他们打电话就要多了，你知道吗？有没有？而且还不停打一通他可能要打两次、三次、五次然后一直想办法说邀约你们能够报名，所以这个亲子健康生活员，对不对？ 其实是我们的事，而且顾名思义，亲子健康生活员是为了谁啊？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啊！哎，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啊，对不对？我觉得我要谢谢我姊妹从小把他们带到这个召会里面，然后呢，那个我儿子跟我女儿最期待的两次，一次就亲子健康生活员，一次就是品格园，然后。 在当中点还不在于这个亲子健康生活园，重点是亲子健康生活园啊，所带来的一个情形，就是让我在生活中有操练。就是怎么样啊，父亲跟儿子尤其儿子在青春期的时候，竟然不会拒绝你跟他前行。这一点很难的。我现在想想有点难了，还好我现在我儿子高中就住弟兄家啊，可是国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就说你会发现，哎呀，这个生活上的建立亲子健康生活园，所带来的一个情形，它的方向是正确的。那弟兄们会问说，哎呀，每一年都这样啊，好像亲子健康生活园内容啊，好像也没什么改变啊，这点我承认。
这一点我也觉得似乎啊，我们需要有一些些的调整，是吗？江彪，我们也得承认，我说我们，啊，所以这个就我再就回到了我自己，啊，这几年有调整，好，啊，我只能纠正我啊，就我意思说，其实也不是江彪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亲子教育社会里面。重点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个生活上的建立是何等的重要啊！你知道你跟你孩子能够相处多久啊？蔡丢，你儿子现在大人有在你身边吗？对，我想你知道我们家宋德龙住地方之家哈，最难过的是我子天天。我们以后一个礼拜只能见，要过一个礼拜才能见一次面。对，所以你要我们跟孩子的相处啊，其实是很短暂的。我们不用讲福音朋友，就讲我们就好，真的非常的短暂。我们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如何跟他建立啊那个属灵的关系？我发现啊，因着这样啊，我有一次啊。到我儿子的校门口，我说那天啊，我一定要请他吃个饭，跟他用个餐，好，然后在校门口旁边啊，我就看他们下课嘛，旁边有个教官啊，就站我旁边，然后您是，我说我是孩子的家长，在门口等他，结果等一等，哎，你就看那个父亲有没有浪子回头，一堆孩子出来，就看。哪个是我儿子？好，他一出来，哇！然后他就跟我击掌，哇，那个教官在旁边看，哇，真的，这好像不太像父子，好像在兄弟一样，就是那个感觉，对不对？那个亲子之间关系属灵上的建立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来建立？就透过亲子嘛。我们知道时间可能快到了，那我要提的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像做梦的人一样。那这事情将升回了。我相信一定也会不一样，对不对？这个不一样的是要把我们啊跟我们孩子之间的关系啊建立得更深更稳固，对不对？这是我们要的。所以啊，你要知道这个亲子教育生活园这个关系啊是非常重要。其实我现在对我的女儿，我现在都还没办法很好的建立。举例来说，她昨天就跟我聊天，因为我车上载她，她说爸爸，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啊，有一个同学，我们啊都非常的讨厌他，讨厌到什么程度？他想到来，好，我说，主心啊，这个同学，你最要跟他传福音。他说不要，全班上同学都讨厌他，我也不合适，我也不愿意跟他这样传福音。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那是老师认公认的。老师要，当着大家面说他是垃圾桶，因为他啊，这个周边啊都很乱，哈，都不整理的，好，是垃圾桶。那我说啊，那你更要去关心他，你要邀请他，你带着你的另外一个同学，因为他另外同学他同班，是去邀他，对。那连这样哦，我都很难说服我女儿。我女儿说：“爸爸不要，那赶快啊，有什么安亲会、家长会有没有？是安亲会还是啊？我忘记了。不是那个什么，户外教学。好，爸爸，你参加户外教学，你可以当面邀请他，因为他是男生啊，哈，他是男生。哎，他说你，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户外教学？你要这样等那么久吗？所以你要知道，其实这个亲子之间呢、啊。”这种关系你看我都很难扭转他的观念，非常难，真的很难。所以你看，若是我们生活上没有这样的建立，其实你在喂养孩子的事上，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要学。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各小区啊，这个各大区，我们啊第一件事情，我们好不好回去做一件事情，先为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姊妹祷告。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真的，我们其实得着还是不够。对，我们先为啊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姊妹祷告，那为已经报名的更要祷告，求主坚固他们，稳固他们。
不要到时候这个开始的事情又来了等等。好，那没有报名到。第二个，我们是不是啊，真是能够去探望他们，在儿童牌的时候再来啊，这个鼓励他们。好，那知道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还有我们这次青江生活园，我觉得不在于人数，这光我们现有的儿童牌的部分就可以报名。好，就够了，就是这个人数啊，都报名了，其实那个都没有问题，好不好？我想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要关心，好不好？弟兄姊妹，那盼望我们都能齐心的努力，阿门。叫我们天天是做梦的，阿门。